我大哥周胜华已经出来了，你们要是不做，那我就找周胜华去替你们做。当年要不是我帮你解决那个姓陈的警察，你有今天这么好的日子过吗？当然了，没有你哪有我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你放下100万，现在是1000万。你现在是百亿老板，你1000万，你看我像乞丐吗？啊，你开个价，10个亿。时代变了，好酒我带了，菜帮你点了，吃不吃你自己决定吧。看来我要好好会会这